因为小日本自认为奇瑞的发动机技术已经超越了自己的丰田发动机技术。事实早些年日本的川崎重工就已经购买了奇瑞7000多台发动机，就是为了研究再出口，其实就是奇瑞的发动机。并且奇瑞汽车出口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在国外是非常受欢迎的。在我们国内很多人看不起奇瑞，如果在是国外你却高攀不起。还有就是你以为奇瑞只会生产汽车发动机吗？这都是小儿科。我国大部分的远程无人机的发动机和24小时侦察机的发动机都是由奇瑞安徽芜湖钻石航空公司造出来的。还有中国的综合海洋调查船、护卫舰、驱逐舰都是由奇瑞集团芜湖造船厂出品的。所以说你以为小日本他怕什么？都是怕奇瑞的技术。同样的 2.0T 发动机，丰田汉兰达上面的 S20A 2.0T 发动机需要加95号汽油，而奇瑞的 2.0T 只需要加92号汽油。奇瑞的发动机不仅有更高的动力爆发力，还有更好的一个耐用性。所以说小日本非常害怕奇瑞的技术，并且奇瑞的发动机公里数大了，后期跑个几十万公里还不会出现漏或者烧的问题，而且油耗还非常低。